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谈皈依三宝的仪式。有些人以为想要修学佛法，只要自己在家里研究佛经就好了，不需要皈依佛法僧三宝。那么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？皈依三宝的仪式又有什么重要性呢？现在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在佛法来讲啊，不是啊，有所谓权威，也没有强迫，也没有垄断，因为所以依法不依人，依佛法学佛法，那就够。而且所谓三宝呢，就是佛法僧。但是呢，真正要学的、要用的是法。不过呢，佛是啊说法的人，僧呢是传法的人，是不是一定要皈依三宝？在没有佛的时代，不需要皈依三宝，根本没有三宝可皈依啊。但是呢，也有所独觉的圣人呢，自己发现了，所以因缘法也能够自证自悟，不需要有老师。在禅宗来讲，如果没有传承，是不是能够成为禅师，能够开悟？可以说是。所以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、一个立场来说啊，不皈依三宝，自己看佛经，自己学佛法，应该是啊，是被允许的，也是呢可以得到佛法利益的。但是佛经里也是说得非常清楚，在无佛之世自证自悟，在有佛之世一定要皈依三宝。皈依三宝的目的和主功能呢，一个是自己呢，既然皈依三宝，就是要用传统的佛法，以佛法认识佛法，以佛法解释佛法，同时有过来人、有老师啊来指点，同时也有老师啊来纠正、来指引、指导，同时也有老师来证明说你是不是学的正的佛法、正确的佛法，那个修行是不是有问题。所以老师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个老师是不是一定也需要皈依三宝？在佛经里边是讲是一定是需要。如果没有传承，突然间出来了一个说是一位禅师，说是一位活佛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啊没有办法让正统的佛教所接受的。我们在原始的最基本的经典里边呢，在恶寒经里边，这中恶寒里边就好几个地方啊看到有一些在家居士已经见到了佛，甚至于已经呢证到了圣果了。这个时候他还会讲，他从今开始我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啊比丘僧。这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僧团本身呢
就是身宝啊，是维系佛法正统的，它是一个规律规则在那个地方。身宝是一个象征，也是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。如果没有皈依三宝，而自己认为已经修了佛法，不是说不可以哦，可以。那也像是现在一般人呢，没有进学校，自己能够以自修的这个用功的成绩啊，可以考大学的，但是他还是要考大学。有的人呢，已经有自修的能力，而修得很好，结果要想做官，要想做政府的公务员呢，还是要经过什么检定的考试。在经过检定考试，或者是经过呢大学，或者是呢经过研究所的教育的层次过程之后啊，就会有一个证明，证明你是一个什么，你是某一个层次的，某一个程度的，你可以在做什么了。因此呢，作为一个三宝弟子之后呢，佛菩萨会照顾你，护法神会照顾你，我们同修共修都会照顾你，老师会照顾你，我们的师兄弟师姐妹也会照顾你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精神呢产生的一种力量。所以皈依三宝有它的必要。如果不想皈依的话呢，那只能够说你自己在自修的，你自己啊在那摸索的，自己摸索出来可以，但是呢没有啊所以已经皈依了三宝的那样子的呀好，那样子的完整。所以我还是劝呢大家来皈依三宝。